我是律师，我是医生，我是记者，我是个傻逼。我这把以为是瞎子中弹呢，结果是艾克中弹呢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经典入骨，能上不？干就完了。300，走了，行，赚就行。又闪现吗？那干嘛？我有腐败药水 ，A 你 ，A 你，对吧？漂亮，很赚。好，先把刀补好，炸他一下，对吧？再 A 一个不灭。浸透了血液。哎呀，小赚。起来 ，A 你。我要把你碾成灰。现在都会玩赛恩了。可以，他知道我这个 W 可以炸他。很好，吃个塔皮。打我，小兵在打他，他心里没数。起飞，看到没有？践踏弱者，没必要跑了。你妈了个巴子，差一刀啊！提皮一下，干塔皮吗？没有用，吃塔皮啊！对吧？我不送，兄弟们看什么？咱们这把就是玩送死流的啊！我来了。艾克回家不买杀人书吗？他不买杀人戒，我吃塔皮了。吃塔皮，再打把他打残，让他回家，对吧？我们吃不了塔皮的时候呢，就要把他打残，干嘛？没事，因为他这个血量一残呢，我这一波出来他就要回家。什么就没必要吃塔皮，没必要吃兵线了，我直接 TP。我有他盾的话，他就不敢放肆的。我又吃塔皮了，你说他气不？没有用呀，真的没有用。你蓝都没了，我都不送了，我不想送了，没用啊。用力好吗，兄弟？能不能用力一点？我这一波打都没打，先把兵线清了吧。不亏，我有大。不送塔，不送塔，继续吃塔皮。好漂亮！再推塔，没有用，给你打。用力，用力，再推一波线，别急。重锤。举起你的武器。玩送死流你不送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漂亮，马上一塔有了，对吧？把一塔推了，瞎子来了没有用，我反正不值钱，直接干一塔了。对不住了，没有用，我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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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塔有了，一二一二一，操！一塔有了呀，对吧？接下来就干二塔了吗？他不给推，他不给推，他这个蓝得回家的。你看，交了个大，很赚的。来喽，直接开车，唰，一、二、
三，一，二，三，重锤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你怕是打不过我呀？你怕是打不过我？你怕是打不过？你怕是打不过我呀？对吧？二塔推了，再吃他一个鸡吧。走，继续干。哎，艾克在游走，游走就对了，游走就上当了，兄弟们。你看，就怕他不游走。Execute， 推塔，看到没有？嗯。这一波非常赚。好。你们去算一下我跟他的经济谁高，其实说实话我的经济比他高，知道吗？首先他补刀没我多，我补刀比他多，因为我一直在线上，知道吗？看到没有，不亏的，高地有了，14分钟推高地很快了，没用，打不死我，他很急，他非常急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发现我的坦度很高，发现没有？他只能说是刮我杀，对吧？我给他送你无所谓，对呀，背你。很急，对吧？他觉得他很赚，对吧？我高地推了，我不亏的。中路干可以不？不回家是吧？不回家有你们好伙子吃啊！听说你们喜欢打架，你并不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赢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没有用，急了。很急，很好。他们根本是都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赢，这一波非常赚，兄弟们。你有病啊！你是不是？你是？我是给你脸给你给多了，我靠！那就先把你杀了嘛，你很狂。那就先把你宰了嘛，对吧？你很狂，就先把你宰了嘛，对吧？听说你很狂啊，很狂就宰你啊！真以为不杀你们两个，他真以为我送死刘塞恩没有伤害。我又来了，艾克不回家啊？不回家死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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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急了呀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，哎，就不推啊，就玩儿。现在他们基本上已经丧失斗志了，战斗都看到头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已经心态坏了，好吗？心态坏了。是不是赢得很简单？我靠，我玩皇子狂花 C 不赢不了游戏，这个送死流赢得好简单，讲道理。